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，祝贺中国人民喜迎龙年新春。塞内加尔总统萨勒祝愿中国人民幸福安康，表示塞中高质量友好关系持续推进。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表示，希望新的一年为加中两国人民带来更多成功和繁荣。 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表示：“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身体健康、生活幸福，祝愿中国繁荣昌盛。”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祝愿中国人民龙年平安、吉祥如意。 春节在苏里南是国家假日，我们各个族裔都会庆祝春节，希望龙年的精气神走进每个人心里，为苏里南人民、中国人民以及全球华人带去繁荣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！the Chinese New Year is not just a day，but a cultural 春节不仅是节日，更是文化符号。2024年是龙年，象征着好运、力量。 和健康，我向习近平主席、中国政府和中国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，祝你们年年平安，新春快乐。我仅借此机会，祝中国人民身体健康、幸福快乐、工作顺利。我仅代表所罗门群岛政府和人民，向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献上最真诚的祝福。